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玩呢个 Fans Hobby 嘅橙色超神啊！嗱喺原有啊，真系原有官方个版本咧，系呢个橙色超神咧，系日本一个限定品嚟噶。喺嗰个年代嚟讲，可以话系极之极之十分之难入手啊！咁但系时已至此咧，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就可以透过 Fans Hobby 去回味一下呢个橙色嘅版本啦。事不宜遲，咁啊，而家立即嚟開箱啦！嗱，成個套裝內容咧就包含咗三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大家眼前所見啊，呢一部拖頭啊，佢可以變成為一個機械人。可以清晰見到一個塗裝啦，同埋嗰啲好似金屬色咁嘅地方啊，閃靈靈，非常之吸睛啊！第二部分就係呢一個車廂啦。佢除咗咧可以變成為一個基地之外咧，佢亦都係合體機械人啊，人類嘅身體。絕對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配件和部件。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神蛋，也是一个独立的载具。它分别可以跟这个拖头又或者车上的尾部作出一个连接。而它本身自己也可以变形成为一个机械人。也可以透过变形之后就成为大合体之后的盔甲。在玩法上来讲可以说是非常之丰富了。跟着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部件将它组合在一起就足足有成 50cm 以上那么长。现在展示就是跟回原著里面那个武器配件挂载的模式。如果你不喜意橙色的头啊，咁 Fans Hobby 咧亦都准备了一个原装味道浓厚的蓝色头俾你更换。合体用的大枪啦，透过变形咧就可以变成小人类可以使用的手枪啦。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Fans Hobby 的人类或者叫 Power Base 来讲，它的可动性相信绝对会令到你相当满意和满足。群格位和我们所认知的卡通人的形象造型有少少不同，亦都由于它这样修改过，所以大腿的活动范围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活动提升。此外，脚掌亦都是大家关注的接地能力，亦都十分之强，可以扭曲的幅度、摆动的幅度有成90度那么多。至于它的缺点呢，就是因为身形比较单薄，根据原设定呢，其实大家都明白的，所以也都在摆动作的时候，你某一些角度看上去感觉上个观感会怪怪的。这个呢也都在物理学上多于两边的时候的一个定律来了。接下来我们就到车厢的部分，首先我们将它变成个基地先。首先变成个基地模式，之后我们再变成这个人类的模式，这样顺序来玩呢，那个变形步骤就不会有太多过量性的重复了。喜欢循序渐进的朋友呢，就可以试试采用我的方法。这里的变形步骤有少少困难，因为最主要你是要扭动它黑色主轴这个髋关节的部分，而这个关节部分呢个承重量都高，而且它比较紧，加上它空间比较狭窄，所以你用起力上来并不是太好操作。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漠视这个变形的、最真实 的步骤，你直接将大腿就这么屈上去就算了，但是相对来讲就会造成一些位置上的些微差异，就会造成一个部件上的刮擦了。由于如果你用个咁 hea 的方法去变呢，咁亦都系会同原本嘅设计有啲唔同啦。咁成个基地模式啦，个外观已经变形完成咗，咁我就翻去个底部俾大家认清楚、睇清楚实际系点样变嘅。咁大家如果想跟呢个方法咧，就跟足我呢个指示就 OK 啦。
跟呢個次序嚟變形嚟玩啦，咁就唔會令到啲步驟重複啦，或者啲嘢又要掹嚟啊插去咁樣。以前咧，我哋玩啲基地咧就係咁 hea 噶啦，但係相當之有味道。形態咧就係簡單嘅，但係呢個玩味十足咧，就足足可以令到細個嗰時我哋去玩上大半日啊！就嚟合體做人類啦，咁個大腿還原嘅動作我就唔重複啦，只會將成個動作咧倒轉咗一次就 OK。咁啊，将个机人啊还原成大概一半咧呢个桌模，咁记得啦，仲要将个辘咧推翻上去啊！你要確保啊，佢嘅下半身部分咧，同埋大腿咧，喺呢一個角度同呢一個位置。呢一個模式啊，對於下半身嘅角度同位置咧，有絕對性嘅要求啊，唔可以 hea 大個就算啦。記住呢一個腰部分嘅下半身關節咧嚟到咁樣，同埋大腿係咁樣。咁確定咧，呢兩塊紅色嘅板可以完整輕鬆扣去前面位置咧，就確認咗你係變形正確啦。Final test 啦，只要你所有位咧真系对正嘅话咧，呢、这个颈嘅部件咧吸落去咧，亦都系非常之舒服，啱啱好噶。呢、这个头咧留翻俾同呢个神蛋合体之后成为超级人类嗰阵用噶，咁当然啦，如果你喜欢嘅话，而家直接将佢更换咗亦都 OK。就单单而家呢个咁样嘅造型啊，已经充分咧感受到佢嗰种威猛啊、勇气啊同犀利嘅感觉走出出嚟。如果你中意 MP 嘅话咧，就更加唔可以错过啦。更何况啊，呢、这个原有版本咧，当年系一个限定嘅限量嘅版本喎。咁当一切啦已经搞掂好晒啦，准备好晒嘅时候咧，我哋下一步就可以玩神蛋啦。咁啊，玩神蛋之前就玩埋个可动性先。
拉前方兩個裙角位，咁就係完全釋放曬成個轉腰啊 ，full rotation 啦。咁腰部有一大个黑色关节啦，就系呢一个弯腰功能嘅关节嚟噶。好啦，到玩神蛋啦，咁我哋首先咧就解决咗整咗个车头嘅先。这个人仔亦都重现翻当年啊驾驶 God Bomber 出场嘅情况，就系、是、咧可以将个人仔咧就可以卡落去去个驾驶室嗰度。咁但系首先咧，我哋就要将个头盔拆落嚟，砌咗落中间先。好啦，與其你話佢係坐啦，不如啊，我話佢係佛企咧，就仲更加適合啦。咁其餘兩個亦都一樣啦。首先除咗個頭盔裝咗上先，之後咧就變翻人仔佛企。咁呢度我就唔重複啦。非常之清晰嘅窗口位，可以清楚见到咧三个驾驶者喺翻佢自己个席位上面。至于神弹呢个武器啊，犀利啦，有呢支大炮啦，其实可以装飞弹嘅，不过装到落去，咁仲有两门双门嘅炮啦。咁我而家之后咧，佢仲有一对剑啊，就收纳咗喺车底嗰度。至于呢将神弹变做机械人咧，唔系直接变形嘅，你要将佢完全打散晒，再重组。见唔见咧？有呢个黑色嘅关节位，我哋只要用啲力将佢推入去，啪一声咧，咁啊对啱个位噶啦。
呢度啦，我哋就将嗰个头啊，成个黑色嘅部件咧就拉落嚟。我自己覺得玩起上來最複雜反而是這對橙色的翼。固定了這個翼在胸口的夾位置，lock point 就 OK 了。我咧就比较喜欢呢个手臂嘅设计，点解咧？因为你只要将对拳头套入去啦，再将嗰个炮揿翻落去前臂嘅位置咧，咁就会自动锁定咗对手喺嗰个手踭嗰度噶啦。来到这个步骤，千万不要直接左右打开它，你会看到其实它是一个滑动的锁扣，记得将它前后推开，滑开了锁扣才好分开，那就不会整烂件东西。这里呢就将个小腿的外壳推出去。将个车辘啦推上啦，完成呢一个收纳嘅状态。然之后我哋嚟到咧隔篱呢度，有粒掣揿住佢，就可以将个脚掌褪出嚟啦。嚟到上半部分啦，咁我哋都揿住个掣啦，将个大腿掹出嚟。之后另一边咧嗰只脚个动作亦都完全一样，咁我就唔重复讲啦。可动方面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没有一些太差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需要顾重分的重量啊、承托力啊，甚至乎等等各样，所以神弹设计到这样也是无可厚非的。大家有眼所见，由于神弹整个躯体都好像一嚿嚿正方形或者长条形组合成一些圆滑的设计角度都没有。数可读的数到你大腿这个位置了。咁嚟清晰見到啦，裙胶咧就會造成一個阻碍噶，咁只要拉起咗咧就冇問題啦。除了呢把剑之外啦，佢个膊头大炮咧亦都可以装上去噶。
咁啊，将个大包拆落嚟啦，手把位置转一转佢咧，就可以变成俾佢神丹自己手握做一支枪啦。跟住就玩呢个超级人类模式啦。首先将神蛋分拆为呢四个部分，简简单单啦，转下过嚟接下佢咧，个飞翼变咗在呢个位置咧，就 OK 啦。而神蛋嘅底盘啊，分别咧就可以变成为佢新嘅大脚掌。步骤咧亦都同之前啊将佢分拆嘅时候就差唔多。之后咧就嚟到内侧嘅地方啦，这个地方亦都系褪出嚟，令到个脚掌变大嘅。咁上面咧，我哋见到有两个卡扣位啦，就系对应翻个脚掌咧嗰个两个粒槽卡槽咧就可以。咁另一边咧个做法亦都一样，咁我呢度就将个步骤 skip 咗佢啦。同样啦，用翻到个原理，我哋将个前臂咧，而家成为咗拳头甲啦，套上去，拍实个隔篱支枪咧，就可以锁紧个拳头喺度啦。红色卡扣位啊，我哋将佢设喺咧呢个橙色板嘅上面，然之后亦都对应翻下面有个粒草啦，我哋将佢卡翻实佢咧，两个固定点就可以扣好一边嘅翼啦。最后搞定好晒，我哋就将属于佢嘅武器同埋配件咧装翻上去，咁就 OK 啦。真系一件非常之巨大，亦都具有相当分量嘅超级劲大机械人啊！至于可动性嘅表现咧，喺大合体之后啊，相差亦都唔会话太大。头部啦，首先就冇受影响，但系肩膊咧就受到飞翼嘅影响咧，就唔能够做到完全嘅旋转。嚟到下半身，咁见到个裙甲啦，你就会见到个大腿咧就受嘅少少嘅阻碍啦。
至于接地方面就绝对你会沿用翻佢人类嗰只脚掌啊，就直接摆动就 OK 啦。所以话系一模一样噶。好，嚟到咧，我哋睇埋佢呢一个背脊后面嗰度，咁啊，你会见到佢收纳啦，同埋成个设计咧非常之工整整齐噶。呢把小剑啦，你透过边形啊可以成为大剑，不过咧当中嘅关节啦，喺出厂嘅时候咧就比较紧。第一次玩的时候就令我相当之沮丧，因为我觉得它实在非常非常之困难。但是当然当你突破了第一次之后就会容易很多了，所以各位加油啦。这一把大剑可以说是非常之长，近乎一个机械人的高度。或者你会惊讶佢嘅尺寸，甚至乎系个重量。咁但系如果阁下追求紧系一个 M P 质素嘅玩具嘅话咧，咁你就必须要注定啊去接受佢呢一个成本啦。嗱，不经不觉咧呢一个模咧，我就已经拍过四次啦。无论系片啊，又或者系相片，咁希望咧透过呢一啲过程咧，可以令到大家明白到。同埋清楚得悉呢个产品嘅内容虚脉，同埋内容有几咁丰富。我系 Stanley， 喺我哋下次嘅影片嗰阵再见啦，多谢收睇，拜拜。